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钱包，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钱包。嗯，对，八达通。然后我们一打开一看，哇，土豪啊！It's a motherfucking freedom, yeah, fight freedom. 望怪死亡，和平爱自由与 peace。God与死难，这难安宁，一切腐蚀乱结。那边信念仍然强悍 ，My mind stays strong， 被牵住。我这样安全，今日之夜身处屠宰坊，你等住占满东京海报。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是已经到了香港啊，这个九龙站啊。等一下呢，我们要去那个苹果的一个专卖店，大概是在它的一个，就是海港城啊，中港城。大概就往前面走一点就到了，到了啊，就这个地方。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好，我们到了苹果的专卖店，我们可以看到，哇，这么多人，哇，这个人真的很多。265多少钱？Okay. 三个颜色，三个颜色是黑和香槟和那个白色是吧？对 ，OK。哎，你再多打一张那个。可以啊。啊，是的，是的，哦，这样，直接这样一拉就开了，呵呵，跟我们一般的不一样。你看，刚刚那么一轮下来，感觉这个有点发热，微微的发热。呵呵，嗯，然后哦，对对，这边是，对，这边是这样，然后这边滑下来，这边滑下来是不一样的，两边它滑下来是不一样的。新买的 iPhone 挺好看，握在手里有一种奢华的感觉，可我还是觉得买亏了。上手体验与我的小米八相差无几，都是上滑解锁，都是右滑退出，开微信开淘宝的时间都差不多。而我最在意的拍照录像功能，苹果这回的系统居然砍掉了自传原片的选项。无论是用邮箱还是用微信 QQ， 到手的素材都是被压缩过的。这充分让我体会到了好的设计师不仅要让用户体验极佳，也要让用户在对自己不利的功能上体验极差的道理。可能用 iTunes 就可以做到导出原始素材，不过我们这次出行时间紧迫，没想着需要电脑。总而言之，如果是我，还不如花4000块钱的价格买一个安卓界当今最好的手机华为 P20 加。其实老妈跟我想法一致，但老爸执意送老妈这款手机，毕竟盛情难却嘛，只好收下。其实之前还稍微对这个城市抱有小小的期待，比如想要去一些影视剧的取景地圣地巡礼，但来过之后这种想法便烟消云散了。走在人满为患的大街上，基本看不到本地人的笑容，进店呢又要忍受他们的臭脸，真是的，我又不欠你们什么。从前两年开始，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我们是见得越来越多，随便在网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旅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这样的消息。在我看来，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杰出的经济代表，可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靠大陆市场的结果，多年来的资本灌输只给香港带来了纸面财富，而不是真实的生产力。老妈说她10年前来香港的时候，这里的人都还是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经济实力比内地强，有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感。可就在最近这两年，内地赶上了，而香港依然沉浸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如同温水煮青蛙般无法自拔。他们之所以横眉冷对我们这些外地人，是因为他们不想承认自己的失败，他们还想着保持自己原本高高在上的姿态。可惜这个世界是瞬息万变的，成立就裂，不能折纸，这是事实，是不论他们怎么抱怨，再怎么嫌弃我们，也无法改变的事实。其实这个视频上周就应该做好了，可惜电脑坏了，只好拖到这周。不过也好，
可以新加点内容进去。这一周可以说是写文周，为了参加 B 站官方的活动，七天之内我干出了10篇原创文章出来。童文君表示自己已经没得感情了，说来也怪，秋天的思绪比其他季节多好多，而且思维也会变得比较消极，可能是我老了吧，哈哈。之前跟老同学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当年的高考。我说我这叫上山下乡，从广州考了肇庆，还是从一个重点高中出来的，感觉有点荒诞。他说如果我现在在广州的大学读书，那我现在真的什么都有了。是啊，他不知道自从我上大学以来，有关复读的梦就做了上百个，我自己记得内容的就有30-40个。学校稀奇古怪，有我老家湖北的，有广州的，甚至还有香港的。身边的同学也形形色色，有我小学的，有初中的，有高中的，甚至大学舍友，他们以各种形式组合在一起，在我的梦里演绎出各种各样的故事，当然也少不了他的身影。在现实中我早就跟他断绝了关系，微信也删了，可想忘却忘不了。梦里的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滑稽，可我却少了一分小爱的感觉。同学问我，既然这么不甘心，为什么当年不去复读？他说他还记得放榜后最后一次回校的时候，勇哥大喝天下的豪言，想复读的等会解散了私下跟我说就好。我勇哥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他不知道高三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地狱般的煎熬，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不想学习。直到今日，我也极度憎恶那些基础学科，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有用的知识我才愿意学，哪怕仅仅是用来装装逼也好。但你跟我说学这些东西是为了考上好的大学，我就觉得毫无意义，因为那些知识本身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啊，我心里很清楚，再复读100次我都没办法考上好的大学，说不定如今这个结局已经是最好的一个了。就跟港产片《赌神》里戴着刘德华手上那块金表一样，这部价值超过10000港币的 iPhone 手机是华而不实的。而影片里那个当年举世无双的香港，到如今已是日渐衰落，物是人非。而我则像那个赌神旁边的小混混一样，一夜间仿佛回到解放前。就算平时能够混出点看得过眼的成绩，相比之下那都是小打小闹，今昔非比。这次香港之旅对我个人而言是一次黯然销魂之旅，它让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 iPhone， 一个真实的香港，和一个真实的自我。可能 iPhone 还需要一点时间摸清自己的地位，摸清自己的市场，香港还需要一点时间搞清楚自己的状况，可能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全从自己当下的失败中走出来。以上帝致命气势十字空前鼻息，我的灵魂投入人类囚禁，或窒息力弊罪孽从此美的清晰窒息的世界只够为你受放要见艺崇高的思维崇高同事物配好 Let the world fuck you so bad just like a hoe 撕心裂肺的温柔后日能否保证成功每个愿望成空色调在六字最今日不赖思路依风依风藏住到颈部的色色色将难言自然藏于耳目难掩人耳目是色色色 who sick live to marker 生存是神迹但我无法停止窝囊 I keep fall off 痛苦为代价抑或帮助 What's fucking now 生命有输得注重不停咬时代的窝囊我们只得不停向前跑却愿你踏步你时间无力命运的无奈每次的邂逅我感恩那抱怨结局注定不会回首 My destiny 是无数的生命是未搞错搞错就打算接成结载美丽的花日光下都会有住黑影是光越大影越黑会附近真理论太阳依旧穿越地力线让我打开所有契机 and take it in blood 将梦想放为天命花马你 thousand of drugs 痛苦同我有血缘但无关系 I just 顾住一切 cause the world is my way 四二三让我打开所有契机 and take it in blood 将梦想放为天命花马你 thousand of drugs 痛苦同我有血缘但无关系 I just 顾住一切 cause the world is my way 四二三